八点了，看看台，八点了，快点重整。明天会上班上，他没公布啊，八点公布嘞，会上班上课啦。啊，干嘛？你就开心玩玩玩，他就会公布了嘛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看到。我跟他讲，抱着会上班上课，你玩完之后如果发现不用上班上课，你是更爽，觉得超爽的。对啊，预设最坏立场。对，对，要抱着最坏心情做任何一件事情。巴拉巴巴巴，八点了。八点了。按那个飞。那台风天就恐怖。台风天干嘛？没什么感觉、欸，为什么？不玩了，我不玩。要上班上课。上班上课。哇！为大家公布，明天还是要上班上课。还有哪边不用上班上课吗？没有哈。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。好像有几个地方吧。外岛吗？没办法，他只会看自己。有其他他只公布台北市啊，还北北基还没有公布，他只公了北。对，哦，北市哦，那你没忘了。北市没忘了，没忘了，没忘了。台北市很辛苦啊。今天是来闹的。你们不是放半天吗？不错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知道我花了真的多花了一个小时我才回家、欸，你知道四点、五点、六点的同时下班多恐怖啊！大家一起走嘛。还蛮不错的体验啊，哦，不要，感觉不孤单的，对啊，人生难得有这样一次，他、没有，这已经不止一次，跨年天，啊，至少你也早点回到家啦，再走一下，哎、欸，他、欸、消掉了耶，为什么？什么消掉了？他刚刚公布台北市正常上班上课啊，我现在重整他又消掉了。哦，公布错了吗？骗你的啦，吓、哦、你一跳、哦！不想看，我不想看，我不想看，我觉得好难过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吓你、啊！在吓你！不要看，吓！台北市骗你，然后你回去看就发现你北极这样子。不要难过，北北极都跟你一起哦。是北北极他只是稍微改一下，让他可以少写一行。嗯，然后之后下次换北台湾，北半球，北极、还有谁没来？哎、有谁？谁？你们不是八个吗？追，哎、还有一个谁？汪汪，谁？对呢，他在 DC 啊，可是刚刚在 DC 啊，汪汪，可能断线吧？不会停电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？根本还没进来。不是啊，我们这边风很大哎、欸。啊，真假的？台北风很大吗？嗯，风雨很大，所以等一下跟我同队可能会跳。哇！对啊。下意识还好。他发现我掉线了。你那跟喵哈同队也会听到喵哈。哈哈哈！这是人为的，人为的。大家自己一队，各自散开。哈哈今天可以看到下面很酷哦。哇，那个台风淹水啊！对，淹水，对，淹水了，台风府邸啊！哇，森林大海跑到海里了，但是它没有整个潜入海啦，只是附近都是水，它还是平安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想要躲台风，想要躲这些海水，就往那里走，就是安全的，绝对安全，没问题。好，可是那个我怕要顺便改一下，什么东西？天气改个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下雨天，雨哇！我累个死了。外面已经在刮风下雨了。哇！放个龙卷风模组，然后人会移动。打雷喽！直接被吹走。汪汪嘞，汪汪 DC 不是有在？是啊，感谢 DC 回来了，还没声音。安。安。等他一下啊。卡哦，有吗？啊、那我继续重整。你还在玩？在重整？不用再看了啦！不专心玩游戏，我就是不专心。玩游戏好吗？感谢我恩熙定。很多人在说拜托放假。真的，在搞死人了。看那个台风路径，有西半部的应该很多都没办法放到了啦。对啊。跟嘉义就没下雨哦，也没风。很好，没事就好，平安就好。
我重开一下哦。嗯，好，看你好，等一下，汪汪，两分钟，两分钟。嗯，然后现在开始计时。有谁？雨月。雨月。小雨月。月我都打这个。小雨了吧？我就打雨月。哟，回来了，刚忙。哇，你们。你回来了。你们是不是故意错开啊？我常看这种东西。我先。哇、wow, ！他们两个是同一人，同一个人，都用变声器之类的，故意错用变声器。怎么刚谁爆炸了吗？你看谁不在啊？哈基，他、嗯、不要讲那个啦，好坏哦、喔，超坏。因为我喜欢嘻哈，又喜欢嘻哈，厉害。好，我先看一下，嗯。第一次的声音通知哪一个？还是关掉啊？一直有等等等等。哦，你说进来的声音是不是？啊，使用者加入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啊。对你去查一下就找到了。全部关，全部关。嗯，全部关起来。嗯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那个齿轮有个通知。齿轮通知哦、欸，有了。那些都改成灰色就好了。他就不会噔噔噔噔的。我都是开实况者模式，然后就什么都听不到。改好之后，左下角我那灯珠再按一下就没问题了。就真的什么都听不到。什么都听不到的。哎、欸，欢迎回来。世界就会很宁静。真的，而且队友呢？来啊来啊！哦，上线！哦、我还没打来，好可怕！小可怕。打雷雨哦，被雷到哦，游着游着有没有就被雷了？现在比较担心的是，等下进去之后，里面的住户不欢迎我们啦、啊。不会，因为他一定是会在陆地上。哦，他不会在水上重生，对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汪汪的连线有 skin。哦，没有，那是我刚刚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品质、嗯，现在 OK 了。他喜欢有 skin 吗？嗯、okay. 嗯，好、哎，那就各位喽。好，各位等一下哦。好，等一下。对，好，一下到了，分一下，一下。喵小说一下，这个陆地感觉是够啦，但是如果直接摔下去，就各自跑快一点喽。我们是边界，一开始会说边界，嗯，好，加油，可能那个啦，哈，被雷应该不会摔啦，应该不会。对，来下去，下去，啊，下去，拜拜。我把哈基拉下去，他自己上来。还有两位，还有汪汪，汪汪移动啊！阿基，我拉你下来了。我的爸！你怎么？为什么听到他说好爽哦？他不用下来，我把他拉下来，让他自己上去。阿基，那就来喽！来来 ，Go Go！ 来 Go Go Go！ 没有木头去中间挖房子，以防万一。可以可以当脚脚吗？哦哦哦哦，包包，防上啊！孩子，快跳下去！好了，傻眼！还好只有到水里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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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也是好事嘛，我们就在这里了。他们还要游过来，我们不用。你太衰了！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哎 ，jump！ 哎 ，jump！ 我的，哎哎，怎么了？谢谢，哎，你们在这里坐吗？还是去隔壁的那座岛？去可以了，哎，先坐一坐船吧，先坐船，来来来，快，聪明，那我搭你们的船了。嘿，来，去哪边？你坐好了，隔壁岛。哎，你有坐船吗？他们把我船拿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换一个，走，啊，来，你放。什么？汪汪原来这是张船，走，啊，这是船，好走。不是啊，你留了一艘船在那边干嘛？没有，留念了，留念了。抵达，下面还有石头可以挖。来，下，刚刚帮我收船。好，没问题，要记得开字幕哦。隔壁的大宅感觉很可怕哦。
随时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。道士低孤身，已经听到了，还听啊？味道是低孤身。味道是还好啊，如果是幻魔者就糟糕了。僵尸村民呻吟声，呻吟，他真的这样写啊？我可以做一些斧头，可以。哎呦哎呦，这边有现成石头，给你斧头，哎哎，行了，没事。嗯，吵死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等一下，我帮给你斧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再去挖，多挖一点。哦哦，生日快乐。草一在那啊，挖挖房子。哎，不要不要，先不要挖，先不要乱挖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挖破，我只挖它的边边而已。挖鹅卵石、啊？挖不挖？刚刚他一直在吵我，他一直在嗯我，你打爆他了。然后往上堆一个，等我有盾牌再说。你赤手空拳刺杀风云。哎呀，好，那我进去了。没关系啊，欢乐场很快了，马上要下一场了。嗯，刚刚我给你那个石斧，哎，我有了，我有了。哎呦，打雷！切，那你可以拿第二把。好，有两把比较帅，好不好？嗯，怎么办？我们这样也没有铁啊。真的耶，好帅哦。也帅，就是，但是没有实际作用就是了。对，没屁用。我看到他们了，他们在远方。哦，岛上吗？对。我觉得我们要先坐很多的船。啊，他们有甘蔗。又没关系。我在想要不要，好啊，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盾会比较好，可是又没有铁，要冲进去吗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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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不知道，冲进去，等下可能不是人类杀我们，是怪物杀我们的。Go Go， 哎呦，鼓励吧，哎呦，鼓励吧，哎呦。你一定要打掉他哦！你不要害我们哦！小心，这里我们看到他的大门了。哎，哎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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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又一只苦力霸！我走到大门，可是里面怪真太多了，还有窟窿，不行啊！不行啊，往下挖好了，往下挖。你来刚刚那个水洼里面。好啊好啊，反正这边就是中心啦。我看到他们好像也受一点挫折。哇，幻魔者，我要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可以出来看他们，他们已经靠过来的感觉，他们扣血了。他们该不会是要也要去挑战里面吧？他们还没还没过来，他们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边界压，一开始就被边界收缩，很可怕的。嗯。哦，音乐，怎么了？音乐，哇，音乐要死啦！大雷雨啊，怪很多啊，小心啊！可是也还没晚上啊。嗯、可是下雨啊，他可能被雷劈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这边不能走，这边不能走。哦，要去，要去。下雨也会生怪，我记得下雨不是会啊，是怪不会消失，也会生啊。是怪不会消失，生怪倒不太。哦呦。哎、欸，怎么有枯槁？怎么有枯槁？怎么会在这有枯槁？哇！都没有铁，你受伤了。海面下，好痛！你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啊？我在外面。在外面，好。你可以稍微少一个人。你可以稍微去死，不是？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他们。可以稍微去，稍微去死。我下来啊，好安哦、喔，这根本没有矿物吧？哎呀，好痛啊！这自制嘛。哎、欸，汪汪！好好好 ，good good good。啊，好，去死了！啊，我可以去当天兵了。他们来，你跟我们讲。好，我们地底有地洞吗？哎呦哎呦，他们已经到我们最开始重生的那个地方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。什么？他们来了吗？没有啦。他们到我们刚开始重生的那个小小座的那个、哦、到小岛了。OK。啊，地底有地洞吗？都是一些普通的天然洞啊。感谢三机续订，那代表还是有。你们也要下去天然洞吗？还是说我要帮你看其他宝箱的位置？有没有铁就铁矿啊？铁矿没看到哎、欸。
那不然，哎、欸，那不然你反正你就在上面好了，我们下面慢慢来。上面有没有什么宝箱可以进去啊？大宅啊，哎、欸哦，我哭工，你是不是杀了汪汪的哭工？对不起。对，他在外面是不是？对，我看到杀你的凶手了，在水上游泳。我、欸、他还跳下来，他还跳下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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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！你现在想办法那个挖进那个任何洞穴里面就好。没有，我们已经上不去了。汪汪不要，哎、哦，刚刚不要上去哦。好、哦、好，一打开哭工就会跟你。热情的那种，好好，鼓掌。那你们现在要找洞还是要探宝箱？探宝箱，你说大宅里头？就是从你们那个最底边的位置挖上去，刚好就有宝箱的位置，需要这样报备。哦，好啊。哦，好，但是你们要先上来一点就是了。你们可以分一组挖洞，一组那个探宝箱。往上挖是不是？没问题。对，然后你们。算了，不要，那边有窟窿。你先帮我们找看看有没有裸露的铁啊。有，你们现在往那个后方。谁门？巧克力的前方，哎、欸，巧克力前方，哎、欸，然后你要往上挖一点，会挖到水，然后那边有铁。哦，世界真光明，亮了亮了。哎、欸，然后那边比较安全，那边只有僵尸一只。行，虽然我有听到窟窿的声音。啊，窟窿是在别的洞里面。好。啊，太上面了，太上面了！哎、欸，有铁，有铁，有铁了！哦耶！往前就好，往前就好。放心，放心，这里有铁。好，那个熔炉，熔炉先准备。来了！来！好，很多铁，很多铁。见者有份，见者有份。熔炉来了。